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在线上有人提问是 Alex， 他的问题是美国自由之家的报道上提出了在世界上除了叙利亚西藏跟新疆是最没有自由的地区，所以你觉得现在香港的状况也是重要吗？还是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要问谁啊？要问周永康还是我？还是我的周永康先生？刚刚网络有点断线，他是说觉得香港也是一样或者相似的状况吗？那个问题是？对对对，他问的是因为美国自由之家的报道中提到的，除了叙利亚之外，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自由的地区是西藏跟新疆，所以现在那个香港的状况也是我们知道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应该在外面应该在香港以外的人看起来应该状况是非常相似吧，因为大家觉得香港在现在跟未来的一段时间几乎彼此都会遇上中国共产党对于西藏或者是内蒙或者是Uyghur的一个统治方法，那在香港采取的一种新的统治方法也会跟以前的一国两制是非常不同，就是中共不会再在一国两制这个台点之下他会做很多自我的控制，反而他会进一步的去推动他在香港的全面控制权。如果在这个角度看的话，那几乎我们可以说香港未来遇到的政治挑战其实跟其他在中国境内遇到压迫的一些区域跟社群面对的状况是几乎是一样的。那当然细致的一些抗争跟互动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大体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局面应该可能会维持一段的时间，直到可能是下一波大型抗争在不同地方出现之后才可能会带来一些逆转转变，或者是说在国际上面中共跟其他国家的博弈怎么样影响到他国内政治经济跟民生的各种状况。那所以这个问题几乎大家可以说那个大体的状况是往这个方面去发展。谢谢 Alex。 我可以回答一下吗？对，可以的。好，我来表达一下，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关注自由之家了。自由之家哈，除了对中国大陆有评比之外哈，西藏、香港、台湾当然都各有，台湾被当作国家，西藏跟香港被当作自治地区。那香港哈，现在今年我记得没错，应该是53分啦，是部分自由，当然比西藏好太多了。西藏是在中共控制，中共本身已经不自由，是9分，100分是满分。九分，中共现在是9分，西藏只有1分，1分是什么？跟叙利亚一样多一样。所以西藏在中共不自由统治下，它的自由状况跟处于战乱中的叙利亚是一样的。那蒙古跟新疆没有被单独统治那个统计出来，因为它不是一国两制的地方。好，或者说西藏它可能还承认它有国家，在自由之家的评比里面，西藏到单独评分，但是对新疆跟蒙古都没有单独评分。但是我想新疆的情况不会比西藏好，所以如果西藏是一分，那新疆的情况要么就是负分，要么就是一分，不会差很多。那香港现在53分是就强，而且我相信今年实施关完后，明年可能会再降。那换句话说，我的观察是现在香港还是部分自由，那明年会不会变成不自由？这是我观察，但是会马上被投向西藏那么严重。可是香港的感触就很深，因为你从一个完全新鲜的空气到空气一点的不新鲜，感觉上非常不舒服。
所以在香港的感觉，那种不自由的感觉会特别强烈。那所以这个状况呢，应该是国际会继续关注，关注也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关注的这样一个变化。谢谢。我加一句的例子吧。啊，可以的，谢谢。我这个比较合作。我觉得在这里面，香港的一波人是活在台湾里面，以前我就讲过这么一个问题。一国两制，五个维五个自治区，实际上是同一个制度的两种说法，这是中国文字语言的方式。自治什么叫自治呢？顾名思义，就是当地人进行自治，和中央政府有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些自治区内有权利制定自己的政策，只要不违反宪法。那么香港的基本法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内容，只不过一个叫自治，一个叫一国两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个自治区，内蒙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维吾尔自治区、壮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那么五个自治区看一看，大家都知道一国两制根本是不存在，所以香港的当时的一国两制实际上就像徐教授讲的一样，共产党是抱着要么五天以后他共产党保住天下，他会民主化，就会和香港一化，要么另一种情况就是五十年不到香港要变成中国的另一个自治区，第六个自治区就是所谓的自治区。那么这个从这个趋势上，我觉得，现在维吾尔地区和土蕃色地区、南蒙古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权各种状况的恶劣，香港是在往下走。下一个，如果香港他们中共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认为还有一点国际社会的顾忌，所以呢，他是在慢慢渗透。如果一旦香港他认为已经实现了自治区化变成了第六个自治区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所以这个中国的这种，尤其是这种集权政府的文字游戏，我们一定要看它的本质，不能只看它的表面上一国两制或者自治区好像两个东西，实际上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呢，经常在国际上中国的这些政策没用的，什么高度自治，自治自治就是自治，没有高度自治低度自治的问题，自治就是自治。如果我们现在变成我们去给汉族人解释汉语的意思，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说老实话。因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应该是字面查一下词海字典就可以搞清楚的东西，还搞个高度自治低度自治中度自治，哪有什么这样的。一国两制就是自治，自治就是一国两制，都是假的妄言。谢谢。在香港问题我也说几句，时间不多了是吧。我觉得呢，香港问题啊，刚才大家都讲到他那个五十年不变，李教授提他原来才二十，不到一半就不变。这个呢就刚才那个维尔朋友说了，这共产党本性不变，你要信他就上当受骗。而且他给你玩什么呢？他觉得这些都是啥呢？中国人有后备学，几千年的后备学。因为中国人有了兵不厌诈，他把你看成外人，他觉得跟你如果要是跟你来时的那政治上的一种愚蠢犯傻，对，只有用这个无论用任何手段把这个外人呢、能够玩了或者能够把他们这个耍了或者战胜了，这就是他们的胜利。他没有道德上的约束，或者是中国人本身就缺乏一种承诺的一种这个契约形式。他本来这个香港是国，中国签的这个香港回归协定，这是个国际协定。他最后呢说这已经是过时了，废止了，他自己说的。完了之后呢，跟这个美国的青年的版的那个早签签的，他又说还管用。一个是九四年签的，一个是呢说这个这个九四年签的香港的，他说已经作废了。他跟美国是七十年代签的，说还有用。
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是完全不要脸的实用中国社会的。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对香港，我想说的，香港年轻人的这种反抗让我非常难过。我说我在中国天安门广场那个89年的当基本人群的看到希望，但在中国呢，他现在一种高压下，他这种这个行人变成了他们追求钱和权的崇拜钱和权，他没有任何理念，没有道德底线，是一种见那种行尸走肉的或者棺材里的僵尸的一个社会。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想跟他说点人话，讨论一些问题，那只是啥呢？最牛太极。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个社会。香港人民的反抗，我觉得香港为什么跟内地不一样？我认为经过100多年香港这个中国的这个英国殖民地也好，或者法治社会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己的 identity， 自己的这个民族性格。所以我认为香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个人是愿意承认它的民族，当然我说了不算。哎，不管是民族也好，人民也好，它跟中国不一样，因为它有100多年的这个法治的一种这个，所以它香港人觉得它很。这个中国人觉得这咱们历来生受惯了，是不是都当奴才当惯了，当太监的人更多，是不是？他就，你要在那中国反抗，老百姓说你这个人犯傻了，鸡蛋碰不过石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所以中国都是好汉，最后呢大家被赢。香港民族不一样，香港的那个年轻人反抗，像我有的是真的就是，而且都是这小丫头小我，所以我觉得希望香港呢。在未来啊，而且香港的地理位置好，连按那个地理的那个河商那个地方，就海洋文跟台湾一样，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香港能够早日获得他追求的权利和荣，他的荣誉就是我觉得谁也抹不掉。香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很愿意跟你，我蒙古人很愿意跟你这样的朋友们啊，当然包括不。我们的这个信仰上的兄弟，还有是吧？还有这个台湾，当然台湾是反共的一种堡垒，或者是一个啥呢？一个自由的灯塔，希望他跟我们一块儿，我们大家争取美好的未来。感谢你，然后看到了你有没有什么？我想说，像我就在西单，然后我在。如果整个我的初中、高中、大学全部都在中国内地上的，像我们这种内地师范班出来的，都是他本来是带到内地，小学毕业就尖子生带到内地一个普化政的一部分，但是经过他的一系列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就是那种军事化、形象化的教育方式，或者后面08年这样就是藏人的抗议被这样镇压，那么多人被谋杀、被消灭他的尸体就。把枪中枪的人都晚上跑到人家家里，把他的还没过世的人已经抢走，然后活埋，那种方式的惨案这样的。然后我是当时就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我就对这个政体，对这个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样正在迫害，我就毅然决定大学后就走出来。那我觉得08年我对西藏的迫害之后，跟我还举行了那样一个很大的。就是奥运会，那当时藏人在流亡在外的境内进行了那么大的抗议，就是然后就是让中国民运扫地，然后当时这种我当时我还不是流亡藏人，我还在中国，我还在西藏呢，然后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族人同胞在境外这样一直为我们发声，为我们抗议，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虽然中国现在对境外发生的人，就是境内出生的人，都说对境外是递刀子或者就是勾结什么，但是我觉得在外的人，特别是现在这样国际局势比较变好的局势下，我觉得我们受迫害的各个族裔或者各个地方的人，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为境内那些受迫害就是这样那个环境下还在压抑的活着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勇敢的应对它。奥运会的代表是基本人类普世价值观、法治、平等、互信和彼此尊重、和平、非暴力和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是否遵守并执行这样的价值观？讽刺的是，中共有什么资格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天的讨论超越了国家、民主、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的界限，它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因此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共不止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和思想不仅被压制，而且被终结，这是人类生存最大的风险。如果我们人类认为自己与动物不同的话，当基本的人类价值观遭到破坏时，动物权利和环境保护也面临风险。我们今天的讨论的核心是检查和反对中共的不人道行为，以及通过剥夺基本人权和价值观对人类事实的暴行。